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12号，我们来拆一个包裹，做一个开箱视频。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OK， 我们目前看到这个里面应该是一款 La Mer 的面霜，不对， La Mer 的眼霜啊， La Mer 的眼霜15毫升，La Mer 密集修护眼霜海蓝之谜15毫升。这还有一个小赠品，小赠品是3毫升的密集修护眼霜的小样。3毫升的密集修护眼霜的小样，等于是18毫升，对吧？15加3，18毫升。这个是在德国的Piper 网站上买的啊，价格呢是139.99欧元，就是140欧元，换算成人民币呢，应该是在1100元左右啊，1100元左右。这个 La Mer 的精华眼霜，